佳杰，曾是三立众天新闻台主播。陈佳杰提供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。今天是连续五天假期的第一天，一早天气不错。三立众天新闻主播陈佳杰带住儿子到基隆踏青，却碰上疑惑从海中飘上岸的海龟。他本来兴高采烈跑向前，却看到海龟一动也不动，早已死亡。陈佳杰当场泪如雨下。陈佳杰又目睹一旁的海龟飘上岸，但海龟却已气绝身亡。陈佳杰提供陈佳杰难过说，本以为可以像在国外的海边一样，在基隆碰到疑惑活海龟，没想到迎接而来的却是这景象。远他一路好走到一个没人乱丢垃圾的天堂。陈佳杰所在地点位于基隆外木山海边，今天有大批游客造访，全都目睹这个令人心碎景象。基隆外木山海边是逢连假第一天，有不少游客造访，大家一起守住已离世的海龟。陈佳杰提供，由于本月二十二日是世界地球日，陈佳杰沉痛说，或许海龟死因和过多海中垃圾没有有绝对关联性，但是任何生命都是可贵的，看到海龟死亡我的心在滴血流泪。他说，稍早海洋大学人员已将海龟载走，希望大家重视生态保育一起，因为地球只有一个。陈佳杰再次恳切呼吁。